由于疫情关系，无线电视日前宣布停办2020年港姐选举。不过19年港姐冠军王嘉文呢日有新消息宣布。其实就是我们其实2020香港小姐本身就说是取消的，现在其实改了做一个网络的形式去表演，表演给大家看，我都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创新的节目咯。对于网络版香港小姐，卡文尼有没有什么提议啊？我自己其实真的很想看多一些她们真实，即不同的女仔最真实其实性格是怎样的呢，所以刚才我都建议过，不如说试下一些在野外求生啊这类的真人 show， 其实都应该挺好看的。又或者是令到令直播的形式呢，是给街里自己去选择去拍些什么给大家看呢，都觉得是可以突破她们的创意咯。可以，其实我自己现在都有拍开一些宠物美容的短片，我都好觉得这个是都挺少人会去告诉大家听，分享给大家听的，所以我自己都可能会教一下大家怎样在家抗疫之余，也都可以帮自己一只动物做宠物美容的。